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位嘉宾呢，他和宋丹丹老师演过对手戏，既是一名影视演员，又是一个经纪人。他有怎样的故事呢？让我们一起请上《幸福心愿持有人》，有请。欢迎您。你好，你好，姐。先做个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老师好，我叫磊磊，我是一名特型演员，应该大家应该能从我的体型能看出来。介绍说你和宋丹丹老师是演过对手戏的啊？是的，是的，一个电视剧叫《亲爱的他们》，对，因为第一集就跟丹丹老师有一些对手戏在里边，当时就拍完以后就跟老师去合了一张影。你看你当时这个状态啊，特别的意气风发。这几年过去，磊磊长了多少斤啊？330多。所以这宋丹老师要再见你也认不出来了，这可能不叫你胖了，得叫你大胖了。大胖。是的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资料啊，来一起看一下。大鹏，大鹏，吵架了出来，你知不知道她怀孕了？有人欺负小芳。我的。啊？孩子。我的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演得挺好呀。当时见到丹丹姐的时候，就第一眼就是我觉得她亲近了，特亲切哈。对对对，就感觉人特别又和蔼，特别亲切了。最早是怎么接触到影视这一块的呀？我从小跟我爷爷是开始学戏曲的，就我们这是陕西秦腔戏啊。对，因为我以前就没有这么胖，然后一直是靠武生武丑，就是以翻跟头为主的。你看看今天要是能给我们翻个跟头，看看你当年学的技艺多棒啊。那我估计翻跟头这舞台估计承受不住了。我不怕舞台承受不住，我怕你承受不住。一开始做群演是吧？对，因为那个时候都会有群头，就是那个服装老师看到我的体型以后呢，说以后就这种演员这种大体格你就别再给我报了，这我衣服真穿不上，没有的定做的。然后后来呢，就导致我就是在横店就很多群头他们都几乎是没有人给我去报戏了。那有没有什么老师啊，或者是相关行业的这些人给你一些鼓励和支持呢？反正后来是我记得有一个机会在路边买包子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印象特别深，就有一个朋友问我，他说你做过替身吗？就有一个刘刘老师，他就需要个替身，说跟您还挺像的，然后就当时就让我去，在沈阳去了以后呢，导演当时第一眼看到我就说你这比刘老师大体格子大了一大圈，这不行啊。然后我说那当时我就给副导演讲，我说那导演说不行，那要这样吧，您给我订张票我再回去。然后当时副导演就说你既然来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你在组里边你给我打个下手，就是副导演助理，订订妆啊，发发演员啊。然后就这样子开始感觉自己离这个行业呢好像就是又进了一步。对对对对对，进了一小步。对，我就开始拍各种替身，无鼠闹东京，然后里边给一个老师做替身是梁冠华老师，他当时演的是包拯。后来呢戏里边还有一个角色是谢宁老师，对，谢宁，这谢宁老师在里边演的是张小凡的师傅田不易。然后这是谢宁老师，我替谢宁老师的，就是在一个偶然一个机会，我跟谢宁老师在一个同一个组里边，然后那个戏完了以后呢，老师就给我留了一个就是私人的手机号码，他说你这个号码留着，我以后肯定会找你合作的。然后呢确实真的有那么一天，老师就联系到我了，说你愿意跟着我吗？然后我就从那